常理事长，理事常会理事长，勉励常会所有的我们企业界的交流的伙伴，通通都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还有嘉义化学的张理事长，还有高雄化学薛理事长，谢谢。还有各位好朋友，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台南市这几年来的成长，都要谢谢跨协各位兄弟姐妹大家的努力成长，还有我们台南大台南家长协会李辅导理事长李伟宏，理事长也来了，怎么来？王明顺理事长谢谢感谢，温良良，还有王立宇立委的秘书李秘书，还有各位好朋友，其实我刚刚真的非常谢谢，还有陈医生议员来到现场掌声鼓励谢谢。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台南市的冲击比较小，但是也都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才能够让我们反弹特别快这点是非常谢谢。但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南科三期也通过环评了，现在积极规划新建，然后我们这个我们麻豆工业区也已经现在分配土地了，那也欢迎进驻，还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还有我们那个联航工业区联航土地筹划那边也有很多的用地可以大家可以来申请，因此呢接下来我们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非常正面看好。再次感谢跨协所有的各位好朋友过去的努力，也期待李理事长未来带领跨协能够跟各友会一起通力合作，能够为台南打造更璀璨的未来。明年2024年就是台南400年，我们迎接也恭喜，也一起期待我们跨协有更大的发挥，有更好的表现。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终于找回来，定性找回来，定性交接。曾姿杰议员来到现场，请掌声鼓励。